值得科技国内业务沈东义，这边跟为大家介绍 CBC 的产品。 CBC 目前主要分为三个项次，主要是 CBC Robot、 CBC Studio 跟 CBC Sales。 CBC Sales 呢是我们的关键零组件，那这边呢主要会有线性滑轨，那线性滑轨我们有分为标准型的线性滑轨以及微小型的线性滑轨。我们现在目前是全台湾或者也可以说是全世界微型的滑轨尺寸最齐全的厂家。第二个就是我们有标准型的线性滑轨，目前我们除了标准型也是全系列都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之外，还有滚子型的线性滑轨，也可以满足所有做加工设备工具机的客户。然后我们另外还有做各方面的，譬如说像我们有一些特色的产品，像一般就只有塑胶配件，我们还有加强片。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有线性马达、滴马达，也可以依照客户的需求把它组装成这个模组来做供应。另外呢就是 CBC Robot， 就是我们的机械手臂。那机械手臂是我们目前销售的是全世界尺寸最小的，我们要合起来大概就是像一张 A4 的纸像那么小一样。那这个目前我们主要应用在可以做医疗方面的，做医疗检测。那做医疗检测主要可以把人跟这个受测物隔开，那隔开的话主要第一个就是譬如说我们做病毒的检测，那可以防止人去感染它。第二个是也可以防止人去污染这个受测物，好，非常的安全，大家可以参观一下，谢谢。